噩梦娃娃屋，经历真实与异想的云霄飞车。许多年前，一对姐妹与母亲搬去位于荒郊野外的新家，那个不安宁甚至残酷血腥的夜晚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。曾以极限残杀炼狱燕京吓坏恐怖影坛的法国导演巴斯卡劳吉哈，在噩梦娃娃屋这部英语片里借用了许多老元素，孤立的凶屋或密室，惹祸上身的无心玩笑，畸形巨人与变态杀人魔，受害的女性，儿时伤痛，以及从再生人鬼娃系列到安娜贝尔都玩不腻的人偶娃娃。